点太辣的香酒克兔感觉怎么样？啊，你看怎么样？啊，到李村给我听坑了，鹏哥。你终于给听我坑了。我今天带你吃个特色。什么特色？火遍全国的香酒烤鹅兔来青岛了，咱来尝尝。烤鹅兔。哎。鹏哥，这环境感觉怎么样？这个环境不孬。哎，下午3点来没大有人，晚上这不是班这个人人的人这班。鹏哥，他家这个装修怎么样？哥。啊？跟 KTV 一样的都吗？哪个环境？你看看。啊，这边还有包间，鹏哥。啊，好食堂和菜满堂。哎呀，人挺多的。这环境，可以吧？这是他家特色。啊，他家的酒酿。自己家的这个，人工的。人工。还有这种哎，鹏哥非常适合开车的人也好，你知道吧？这种怎么了？是吗？哎。嗯，就是杜令。啊，就是杜令，这种5寸啤酒。哦。鹏哥。啊。这就是他家的招牌。香酒烤鹅头，鹏哥，怎么样？有没有仪式感，鹏哥？吃个鹅头，怎么有仪式感？江峰啊，看好了！哇，哎呀，这个色子，鹏哥，你看就是好吃，鹏哥，我好不容易大方一会儿啊。那看这什么？烤鹅头啊，鹅背、鹅翅啊，咱的鹅肝、鹅胗、鹅胆，你看，鹅火这个。是特色吧？啊，行。啊，还有各种东北烤串啊。他这个烤个头怎么样？哎哥，啊，又麻又辣的，喷香。反正我来吃了几回是吃服了。嗯。我以为这个鸭子烤的很老了，结果烤的很嫩。里边肉很嫩吧？很嫩，而且是红肉。嗯。嗯，好。放开这个比鸭头吃起来干净吧？比鸭头管用。嗯，是不是吃一口停不下来这种感觉？嗯，我是怎么知道这个店的？它是很多粉丝推荐的地方。你看，啊，东北的烤串，这个是拉根的是吧？拉根的，这个拉根的，尝这个拉根的。嗯，再见吧。啊，这个烧烤，再见。哎，这个很嫩吧？很嫩。那鹅胗？那鹅胗很筋道啊。是大哥咱这是哎哥这是我的第一眼。嗯啊很香啊。今天开车也可以哈个嘴鹏哥。啊可以。为什么5寸啤酒。5寸的。零多。啊开吧。太过瘾了。总结一下啊，他们家这个东北特色的烧烤味道绝对是一绝。然后呢，他们家的这个烤鹅翅、鹅脖还有鹅头，也都是非常的过瘾。他们家这个香酒烤鹅头，还有变态辣口味的，喜欢吃辣的可以去挑战一下。